朋友，五月十五号，好，安尼都无同款，这是绅士杜鹃，啊，所以较大蕊，嘿，这比较大，哈，这比较大，阿伯帮我看一下，含苞待放，啊，还有也高山杜鹃呐，啊，这绅士杜鹃，嘿，啊，这杜鹃无成美味啊，是，那真的吗？哈哈，我是人比花娇啊，臭大一大呀，嘿。臭搭，人比花娇，一直搭起啊！我啊，是是是，拄只的时吼，落一届，结果的时吼，煞无饲落，所以根本就无落。是啊，哦，剩的拢落落涂骹，全部落落涂骹。啊，你看，伊迄，伊迄只啥？迄个虎头蜂啊，伊来采花蜜。虎头蜂来采花蜜，哈、哦，虎头蜂来采花蜜，你看漂亮哈、哦。漂亮，好，朋友们，有含苞待放的，哎呦，已经开了哈，我应该赶快走啊。对，你看，远远的地方都有啊，就是这一颗，嘿，很大一颗的这个都有花，哎，因为它刚好是白色的，所以看不下无哈，只是说我把离这掉很远很近，好好，不用看麦姐，对，杜鹃，对，和您看麦姐，好，娇滴滴的含苞待放 ，OK， 好，杜鹃是，啊，落落来涂骹的一点，掉下地上，对。现在那个在那个塔塔家那边的话，哈，可能那个塔塔家那个什么游客中心那里的话，那刚好那里有那个那个法国菊等你开哈。我朋友也选漳州，你也选去选花款法国菊。我记得，几年前去那个玉山爬玉山的时候，在玉山北峰头顶嘛是几个哦，等你开的那个法国菊几个啊，足水足水，很漂亮。啊，有一届去玉山的时阵嘛，看到迄、那个去玉山北峰的时阵，看到迄个高山杜鹃，哦，真正嘛是有够水。虽然爱行种去的时阵，但是哦，那个花实在是很大一坨，很大很大，很多很多很多哈、哦，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哈、哦。啊，最近的时阵，大家搁讲要搁去合欢山的时阵，看迄种看高山杜鹃。今年的时阵，可能花况较无遐好，好、哦，可能花况比较没有那么好。嘿，对，有人家去的时候回来的讲，哎、欸，今年的花况比较不好，因为他有时候隔年会大爆发，还是说有一年来什么就会大爆发。有可能是真正哎，无雨水的时阵，搞不好伊就大爆发裂叫哈。哦无好注意的，较紧的爆发，传宗接代，哈，赶快！伊的迄种植物机制就是这样。OK， 呀、yeah ，对啊，好朋友看一下，讲我的杜鹃，我们现在在看的那个杜鹃就是啊，但是那个杜鹃哈、哦，不大容易看到，刚好呢是我们走比较高，啊，所以那个的话选。伫头顶看倒落，才看有。啊，无啦，这种绅士杜鹃吼，可能拢爱看在涂骹吼，涂骹刚掉下来的时候先，才有办法看到，要不然看不到哈。OK， 来，这个的给朋友们大家看一下哈。我认真走路，因为走路拿那个。拿那个录影机哈，真的有点吃力。今天的状况没有很好，所以不能再一直玩下去了。OK， 好，跟朋友们说再见。看到杜鹃了没有？绅士杜鹃，对，花开正当时哈。OK， 拜拜。